哲一出场就穿上超深 V 低胸，不忘露出好身材，以一首《夏天》开场，要抓住夏天的尾巴，为演唱会打开序幕。完美并不美，当你爱了谁，我的完美也只剩。唱到经典歌曲《不完美》，现场粉丝全陷入回忆杀，一首接着一首，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点。很感谢大家都来，然后今天其实很多的我的艺人朋友也来支持我，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每一位。不忘感谢各方好友支持，在圈内拥有好人缘的他，24号举办演唱会，出席的嘉宾可以说是全明星，更请来艺人好友魏如萱跨刀站台。又是抒情又是动感，诚意十足。毕竟3年没有举办演唱会，这次一口气演唱23首歌，让歌迷相当感动。从来就没爱错，错在时间交错。华视新闻郑慧良、黄瑞玲台北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